力挺人气大作战，快上网按赞拼人气，就有机会获得犀利人气限量签名海报，详情请上台视官网。这个人是比较活泼外放，但我也有一些深沉的一面。那也希望蓝天卫这个角色呢，可以让大家深深的爱上他。对，因为蓝天卫真的，第一个他真的把我外形弄得太帅了，非常感谢剧组，就是把我弄美一点，然后就把真正的白皙皮肤给遮起来。感谢你，这样比较没那么。上妆那上到脸的话，你会觉得像包青天那样，可是下面有一节白的，所以刚才在不断的去抹，把我露出来，因为今天好像穿的比较露，把露出来的部分再把它抹黑一点，这样比较一致，不然很明显，哎，这个脸黑黑的，一旦发黑，那今天应该拍不好，对，可能会这样。哎，我发现真的可以故意这样，真的就可以这样子，真的。干嘛假笑？就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太会耍帅，但是现在慢慢的要沉下来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帅，所以觉得我很帅呢。你看我自己又撑不住了，好了，再多练一点，一天练一小时可以的。他好像有四块肌，所以不是床戏也不错。六块，你要看吗？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我们待会儿他们翻起来，翻起来。翻起来，我也很好奇。曼宁姐看表情就好，看曼宁姐的表情就好，这边。他只给我看，当然啦，这怎么可以随便？哎，真的有六块，然后往下有两块吗？那就八块。那个比较糊的。你要转过来，大家一定都想看，来快点，快点，真的八块在哪？这里六块了，这是八块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对啊，这里应该还会有两块。有，那不错。上面还有两块。那我要跟制作人说，床戏可以洗几句。对啊，这一出戏我没有床戏。可惜你跟了两个大美女，真的，都是温生豪吃掉了，我吃掉，他跟三个哎，他跟三个吻戏，吃掉，他昨天真的，没关系啊，那你有妈妈，有机会我们找票房吃掉，好你，我告诉你，虽然剧本还没出来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有把握把你追到手，因为我妈妈出动，栏目喜欢你。曼宁姐，她说会帮我。哈哈哈哈！你准备进我的手掌心吧，温瑞芳，你等着看吧。你就在那边流口水吧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就这样。我只希望剧情出来以后可以有点。哎呀，阿磊在旁边啊，这有点尴尬。硬的比较。没关系，你继续睡，你继续睡。哇，你的睡衣比我好看很多。希望这样，在这出戏里面都没有什么，好啊，都没有什么。太大的福利，所以看剧本最后一集怎么写。我想导演会同意我的，真假的？导演对不对？就是最后一集，蓝天卫应该有点福利了。好啊，好啊，真的吗？需要一点福利吧，导演。对，什么时候蓝天卫要？好，就这一场。他都帮我可以争取，好不好？就这一场吗？观众要福利啊！睡觉，哎，睡觉，不要穿衣服啊！对，谁不穿？他不穿，我不穿。你呢？问题是我，他不来。他不来的，他不是我的福利吗？他走才是观众的福利，观众的福利吗？啊，所以你在为观众争取。对，你现在还在准备你真的，快点，快点。然后我要从里面擦澡出来，这样子吗？擦澡就是洗完澡然后再擦头啊，睡觉啊，哦，睡觉的时候，然后不穿哺乳睡吗？啊，这有什么客气啊？我也都是穿衣服的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裤子要穿一下，要裤子穿着。好，没有四角，那有空吗 ？A B 的那个，就是比较性感的那种，子弹那种性感的。想弄别人弄到自己身上，你看。你看我掉一点。对，你掉神经，掉神经，你。两个外人吻上。哈哈哈哈。你有练过吗？演的，用演的。用演的，你是不会啊。所有人都看见了，然后你快要来了，我就到这里去。不能转过来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把压出。
出来，挤出来。哎，导演要随时准备哦。演员没有话，我们随时导就在你身边。是。对，我快。他还没站好啊，快坐下去了。你好，是不是？你好。来来来，五分钟开始了。来，大家看，没有真的啦。好来，来了。还是要有点天未脱，天未脱。对，哟，你看大姐那什么眼神啊，禽兽。我问他要不要胸贴，我要胸贴干嘛？禽兽，胸贴，真的，关下来。不要，不要，有点太。我知道今天天气冷，都缩的小小的。好。我知道。哇哦！我要再补一百个。来，好。来，准备啊，各位，听好，走，走，来，我。看不到。对。来，二。是吗？很帅，要再紧一点。是。好。可是因为他很帅，我就是。然后你说你肉在。真的吗？帅，真的。陆毅粉丝爆冲。谢谢你。谢谢导演。帅。看到不要。好，接下来。等下还有四个镜头吗？不用啦。所以你是帮观众争取六块肌？对啊，你看又是身材这么好，然后又是一个王子一般的角色，是时候做一点回馈给已经被新艺人气折磨了很久的观众，尤其是女性观众，所以今天就让他露一露他的肌肉，娱乐一下大家以及现场的我们。蓝天卫终于被播光了，那个毫不知情的情况是还没播光，是真的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真的还假，但是效果还不错。所以现在算正式出场了吧？哈，正式出场了。过年不是尚未出场，蓝天卫。对啊，现在正式出场了，就跟大家坦诚相见。这场戏其实很简单，一切都是导演的创意，他就是。因为蓝天卫在家里睡觉，对，然后就安贞在练习他的高跟鞋走路，所以很吵，你看，哐哐哐。然后他是有点明神经质，有点不好睡，所以他就很火就出去。问题呢，蓝天卫他平常的时候是衣服也很简单，裸睡，对，就是打赤膊睡，所以出去的时候火的也没注意，一出去要骂人的时候，哇，那这个小事呢，就是导演帮你加下去的，就是没穿上身了。当时我真是太紧张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一边说好啦，一边说不用了，到最后有用，哎，发现效果不错，还蛮喜欢。幸好趁着还有青春的爸可以赶快用。那今天外面几度啊？今天外面10度哎，现在10度了，室内温度大约12了，我觉得，因为要打灯嘛。但是 OK 啦，很好，非常好，感谢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有过瘾吗？拜拜。没有戏，但硬头不管。真的没有戏，我就问，我傻眼，我真的很假的。你要想听的是导演，就隋唐说一直要走路，不然那天谁想演下去？
是就没干嘛，很无聊啊。只是幼稚的时候起床看到安贞那边啊，在那边搞架就好，在练习，我练习英文，没有，结果他就一定要脱了，一定要起床穿没有穿睡觉，所以睡觉的时候没穿衣服。啊，那你自己看，在哪里？都在底下。心疼。有没有？还会再等吗？没有，真的要脱啊？真的没有啊？是吗？我真的要脱了，他自己的吗？又看不见，53，对啊，脱了，一定要推一下的，一定要推一下的，要推真的。特训以前一定有推的，我没有啊，真的吗？好急啊，刚才看到好急啊，我是到了5432，他走的时候我还在，很多5432来的。屁股要起来，还站起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没有快没有，充气，就为了那一幕嘛，对啊，值得啦值得。